这轮马上开始了，这一轮我们要猜的是经典的词语和词组。这场下来以后，这果盘一会儿得换。给我们留点果盘，我们还要上来猜呢。这样对于站在窗外的两个人公平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比和我猜这个换了好多个情境啊？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游戏千年不换，景儿再不换了。陈哥准备好了啊，来开始。呆若木鸡。啊，没演了，没开始演了啊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第二个字。金刚。猴子。泰山。悟空。牛魔王。龙。恐龙。飞龙。双龙戏珠。成龙。成龙。正确。这都能猜到成龙？为什么呢？成咋来的呢？我还没来及演成呢就成了。就成了。他们有默契，人名往人名了猜啊。这是第三个字。李小龙。李小龙。正确。正确。好、哎啊、厉害，果然没有 get 到他们的点。你这是什么点？来、下一题。这个表演你们一定似曾相识。这该不会是龙吧？今天这个字儿出来几次了？这个字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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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人，正确。哇！